朋友们，我今天到了楚雄州啊，这个楚雄市也是啊，这个冬瓜镇彝人啊古镇啊，这叫冬瓜镇。这个村儿啊，就原先这个地名叫冬瓜镇啊，这个就是彝人古城啊，也是古镇。肖哥发现了一个骑士馆啊，这个石头你看就大元宝一样。哎呀，车友们向古城方向走了。看这些老车友啊，哎呀，又逛古城去了。你那个我们来这个楚雄州啊，车友们都玩着呢啊，彝人古城。这是古城啊，看看啊，这是我们自驾游的车友啊，今天大部队出来了，大部队出来了啊，看看，哎呀，大部队啊，自驾游车友啊，看我们这个车友在这休闲的玩啊，看看，走了，车友们。就这么休闲的啊，转悠呢，古城里头啊，都是免费的啊，这地方，这大烟管它吸动了不？这大水烟袋怎么样？这家伙你这大炮筒，那炮弹做的，哎，炮弹。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啊，要来酒吧消费。人老板说了，酒吧消费啊，你们这个靠边站吧都。老年旅游团。消费啊，吃饭有素的不点荤的呢，还消费呢，来算了，走都走。这叫彝人过去穿的衣服啊，猪皮马甲。看没，彝人用的啊物品，又发现新大陆了，车友啊，看看你们知道猜一猜啊，他们在瞅啥呢？正在瞅啥？看看。给你老伴买一个彝人的鞋啊，这样鞋，现在淘都不好淘了。没有拿。这是彝人，这种鞋布鞋，你们看一看，传世的，这现在是斗吗？斗，对，那是斗，猪槽子，这都是老棍。古董呢？什么水什么爆料？在玉器这叫从江西买一些，这才是真的好玩。弄一件这玩意儿穿上去吧。那玩意儿他在。人家老板，这多少钱啊？这个是麻料的。麻料，对，麻布。那麻料那也比手，纯手工织的啊，那第一个。纯手工的，我们里面全部对。
对，我一看这，要不咱咋？看看这，纯手工打造。那处理了，是手工的。看看这个倒缸，倒缸啊，这是倒那个啥的，倒那个啥的。嗯，倒菜的。是的。你们那边没有吗？这些没有。你们哪里的？啊，看的啊，看的，这是。这是老，很老的，很古老的。古老的，哎，老装鞋。这是。现在都没有了，找不到啊。找不到，咱也穿不了。买一双不穿。看看，这都老物件啊，这都老物件，可能都是比咱岁数大了。比这样老的还有能卖。价值。哎，算完价，不是说是有啥用。专门买。哎，专门收着。哎，好，你忙你的。完了，这鞋是纳底子，你看，这纳底子都是。穿呐，农村咱说你做一双这个鞋，有说有事儿了穿上，平常就穿这么草鞋，不舍得穿。你看你这鞋，啊，过年时候穿。对呀，平常不穿。这底子，我记得我那小时候，我妈那时候纳过，贴胳膊跟桌子上。那他就是绣这个。嗯，纳底子也费劲儿呢。那个年代来讲，绣这个是费劲。这是啊，真货啊。这刺绣费劲。嗯。那值钱就值在这个手工了，工艺，哎呦，这大铸铁的啊，这大铸铁的，准备埋那个放柴火的啊，准备那篝火。跳的舞，点的篝火。